笑呢，是现场的掌声呢，哦，谢谢，真的很棒呢，你们好赞哦，好捧场哦，就写题呢。对啊，所以说写歌先写给大家，献给大家，好，希望大家来看点到顶哈，哎，做师生，哎，做朋友，哎，做一家人，拢是幸福。所以后摆拢爱平手的，冇唔对，我袂记你甲写真书开起来，等我一下。开始玩游戏了吗？我写真书，谢谢。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我爱虎杰开起来。好，老师呢，这一次还特别出版的写真书哦。那在外面呢，好多的粉丝好喜欢哦，可是却买不到，生气，为什么？应该说不能说出版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在卖的，没有在卖。因为这个算是这一次呢，因为我的视觉就是我这次的，哎，帮我拍封面的这个摄影师，他拍过很多，他得过奖。然后他是帮我拍的，帮我跳脱以前台语唱片的一个拍法。那我觉得他这次帮我拍的东西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如果只放在歌词的内页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因为通常歌词内页不可能再只放两三张照片就满了。差不多，对。对啊，我想说把他拍我的一些抓到我的一些神韵啊，把它集结成册。那我不打算拿来卖，好，我只拿来送。好，送给一些真的很力挺老师的，或者是说有缘的人啊。因为当然它是限量，所以它比较珍贵啦。好，把我都做到人人有奖啊，就是希望说，哎，能够送给一些有缘的人，那希望你能够格外的珍惜。所以你也可以办一些促销啊，比如说一口气买个100张 CD 之类的，就送一本啊。哦，这哪边100张无送无送的，真的讲袂得过啊。哦，对吧？你讲是不是？一定爱送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哎，团购，这个整个办公室大家一起买。不是团购，要带勇气啊，这样去顶。一人分两页，没办法，那谁叫老师呢？长得这么帅，坦白讲啊，台语的歌手做这找到这缘投的啊啦，吼，对不对？而且身材阁保持甲遮尼好，你看是不是？吼，足侪人到种年纪有一千多安呢，吼，你看老师维持得非常的 fit， 搞不好还有人鱼线，好想看一下嘛。不瞒你说，我真的有人鱼线，在哪里？但是是横的。那叫尾鱼线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来。